再调整了、啊。调整，嗯。调整这一下。嗯。啊，这一那这一下，嗯，这个就可以调整。按到六十五是关门速度还是开门速度？嗯，开门速度，开门速度是65，嗯，然后关门速度50。那么关门速度呢？一个也，开门速度是一，关门速度是，然后不是零，开门速度零，关门速度一。那个是关门速度是一，哎，关门速度，哎，关门速度一。我想不调整了的，嗯，啊，那可以变一个，调好以后，再轻再按再按一下，退出，嗯，就确认键。哎，一定要确认键，哎，不，一方面呢。